一些无效防晒举动。你这张先发制人玩得好呀！先发制人在咱们这个组里是没有一个人吗？就是弟弟。就是弟弟。这甜子的声音还是一样。不知道仔仔在干嘛？为什么每次吃到好吃的东西都会想到他？仔仔已经彻底的，跟他跟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已经开始会威胁人。不回箱子是吧？好，我退群。又不回是吧？好，不回箱子，不回箱子，不回箱子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一整天都叫我们回箱子？我就怀疑是年纪大了。以前我一点都不爱吃鱼，小时候。我也是。是吧？我也不吃鱼。现在非常喜欢吃，我非常爱吃鱼。然后，以前也不喜欢喝茶，现在非常喜欢喝茶。哎，我以前喝不了美式。那先说到这，我们不然就来细数一下咱俩身上的相同点吧，实在太吓人了。好的。好。这一趴就来说我们身上的相同点。相同点。首先从那个外貌特征。其实我这个眼角这个地方有一个疤，是我。然后我这里有一个疤。他那有一个疤。然后我是从那个窗台上往下跳，然后撞到那个床角。我是那个小时候在那个楼梯上翻跟斗翻下去的。然后穿了几年的裤子。啊，一条穿了五年的裤子。我那条裤子真的跟我。
反道德绑架。反道德绑架失败案例。你到底吃了？结果呢？结果没有收到任何反馈，我亲自发的。这么快？我发了一个星期，这么快。说一下，就是您这边高蟹的话，它一只就有一斤重了，您确定要两只吗？不先要一只吧，要一只。先要一只吧。啊、哦，可以，谢谢。嗯。一斤是怎么了？一斤是500克，明白了吗？你说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本来扎了俩那个辫子。后来为什么放下来？怕你觉得我刻意，怕你一上来就说我。不是说我，我带个毛线吗？你都说我，我就说，姐姐，今天9月23号，秋分，你戴了个毛线帽，这是我的路。哎呀呀呀！你都想到我，你如果要是扎双马尾出现的话，我会怎么说吗？就会说你有必要吗？啊，这是开场语，至于吗？对，你还嫌我不够腻吗？